光和客家宴施博宇最近积极宣传电影《想见你》，分享了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感受，怎么有点爆笑啊？我有感觉，一开始跟他们两个刚见面的时候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读本，就是个别碰到他们两个，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们都对我太礼貌，而且他就一副很尊敬我的样子，他看我走进还给我站起来跟我敬。就是一开始当然。因为碍于对不起，因为是前辈的关系，很想讲碍于年纪。没有，柯达哥在家里会有点怕你的感觉。他有这样说吗？也太夸张了吧！他那个三十六题还上演说，也太夸张了吧！然后他还叫黄启阳帮我分析。哦，我不知道哎。那时候看我的那种感觉也都不太友善。他不用生气，就是我就会有点怕。我觉得不会啊，就蛮正常的、啊。我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他看我很专心，不想要打扰，我不想。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啊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对任何人或是工作，还是你一定会有生气或不开心的时候。可是我不太会吵起来。Thank you.